边肉的地方，我可能想要用针刀的手法帮你解决。针刀，好，放松。这样疼痛吗？还好吗？疼痛感还好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哈、嗯。来，我们放松哈，我会在各个角度，你有没有听到掉掉掉的声音？给你看看成效。变好尖哦！来，我用我的手当背景给你看，你的这个线条都出现了。哇，我是想要来做这个拉提比较美的、嗯，但是为什么你跟我问生辰呢？因为我们的出生年月日时辰注定你先天下来哪个地方的脏腑比较弱，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。嗯，那我们身体健康也会影响到我们外向。我在做针灸美容会有几个面向去处理哈。第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表面，看看哪里，比如说筋膜或肌肉的张力不平衡，我们用针去矫正它。我认为中医还有更深层的意义，就是说调理的部分是，所以我在针脸部的穴位，等同我就在调理你的五脏六腑了。